有没有？直接除根，然后还裁成原木，这样赚钱才是快嘛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伐木工王朝啊！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拍呢？主要是因为呢，这一款游戏后面的任务啊，基本上就是要先把叔叔的农地给买起来，不然你后面呢都不用玩。我是去查资料才决定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把钱还完吧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已经把钱还完，也来到了第三章。但是家具厂的部分呢，我还买不起，我现在钱呢只有49000多。那我基本上已经把那台拖板车给买起来了，所以后来呢，我在赚钱的时候都是砍树卖药水，卖药水比较好赚。那砍树这个做一做成木板也是快，基本上一抬出去呢就2000多块，基本上还 OK 啦。但是你看哦，要把一个农场买下来，要跑个100多趟左右，你才买得起。然后我又买了一台这个无人机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飞起来还蛮有那种感觉的。然后现在添加了一些什么无人机比赛，那个我是还没去试过。你看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王朝。OK， 观众，如果喜欢伐木工王朝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。这一次我们就来突破个1248个赞吧。Go！ 现在呢又多了几个任务出来了，就是有肮脏的事情，也许会告诉我们市长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有钱人就是跟 uncle 的部分哦，跟他讲完又有钱可以拿了，应该又有什么任务了。我们不是要结婚吗？我到现在呢已经去了好几次，还是永远都是爱心，得不到他那个约会的提示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只能先这样子玩，好吧？买完农场之后看会不会有什么改变。那接下来我先去找叔叔，跟他说：“叔叔，我已经把你的农场给买下了，看会怎么样。”Hello， 好的，各位，这个市长呢，我们终于要见面了，好不好？又要修东西了的样子。我先看一下市长的官邸究竟在哪里。你家哦，在这里哦。我本来想说我们这一款游戏哦，就是主要把妮莉呢结婚之后就要结束了，结果呢还是没办法跟她结婚，她永远不跟我约会，嫌我钱不够吗？这一款哦，真的是一个很干的。很干哦，干铁人的干哦。我每次都是在那边开着，然后就看看人家的 Twitch 直播，或是谁在看直播，或是看影片，玩很大，然后就边看边玩这样子。不然这个哦，光在那边玩哦，真的是会玩到 K 笑哎。应该是这个吧，卡列布是市长哦。啊，我原来他就是沉迷在于这两个女色之间。我每次来我都不知道的哎，是他吗 ？Hello，Nice to see you。哎，不是哎，他不是哎。Bye。啊，这个穿西装的看起来是市长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市长啊 ！Oh, hi. You must be the new guy around. 叫我来呢，不是要跟我讲什么贪污的事情，都不是。他叫我来是要帮他修屋子，然后会给我们钱，给现金，好吧？先做吧。下午我是要帮他修这栋哦，只要锤子就可以了，不用管建材哦。好了，哇塞，这么多。好吧，各位，那我们就先来个快速修修，等等看看后续会怎么样吧。修。基本上、这个好处是因为我们也没办法进去里面，所以我们不用修得太难。修到快气笑了，真的很多这个比之前去的那个 hotel 那个女生的 hotel 还要多要修的，修不完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吵，要不要吵什么？快要完了啦，我觉得这边玩应该是差不多了。这是我们修另外一栋的第三面墙了。有了，各位来啦，领钱了！我以为这样又没有，到底是哪里呢？终于啊，修了3栋OK， 给我们拿到15000跟1000响点。他说之后还会有更多工作给我们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有新的工作啦啊、一个是若根，然后一个是毕生难忘的工作。詹姆斯似乎个言而有信的人，为什么他和市长的合同失败呢？各位，接下来开始要揭开这一连串市长与其他人的合同，究竟为什么一些工程全部都没做好，导致一些其他人的投资呢都失败了？更大的鱼哦，这个我来跟你们讲为什么不能中。我们先去这边一下。我后来呢也找了很久才想说，奇怪，到底要怎么把树弄掉。那我后来发现就是要买这两个东西，但是这两个东西呢，一个是植树机，然后一个是树桩研磨机，好像要先用这一个把那个你砍下来的那个木头的根呢给它凿坏掉，然后再用插树苗的部分呢把它插下去，所以必须要先买这两个。但是这两个呢还不能买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技能呢这一个
还没出现，所以出现之后才可以买这两个东西哦。这个任务暂时就还不能解，我们先去解肮脏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毕生难忘的工作，我觉得应该要做什么有的没的哦。这一章呢，的确比第二章好玩了一点点。第二章根本就是苦力的劳工，对不对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每天日复一日，超级烦。还没有往下的啊，没有。那我们要自己过去。我现在的车子哦，都是散布在不同的地点，这样我要传送什么会比较方便。待会我们还是会再去看一下我们的泥力，好不好？每天还是都要关心他一下啦。快到，快到，两百多公尺。我其实有看完人家说的一个剧情啦。到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会变四章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这之间哦，到底为什么要了解这么多事情哦，才能够推翻他们，成为这一个小村镇的最好的市长哦。他就是他、哦，来吧。到底呢？你跟市长是签了什么合同，导致于你现在 ？Hi Logan, how are you? Hi Logan. Well, look who's here. OK， 各位，我记得这个洛根不知道上次是教我们钓鱼吧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我记得他就在丛里面跑来跑去。他说呢，如果我们答应他的这些工作呢，他还是会教我们一些新的技能。希望就是要把树桩给打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种植树木的部分了。Now there's a forest up north that needs some work. 又来了。I am no lumberjack myself. 又要修整树林了。各位要种植树苗。OK， 各位没错，我们学到新技能了，可以清除树桩。然后他说，如果当我们去买了机器，代表我们准备好做这些事情。他给了我95个树苗、欸，哎，不得不说，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。我们大家去看看我的钱够不够买那两个。我们现在有6万多块。OK， 各位，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种树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接下来他叫我去更上面这里把树木砍干净。想要结个婚这么困难啊？一定要我当到市长才可以吗？哎，这一片好像已经变成我们的了，因为已经变绿色的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边都是枯枝呢哦，就是这里喽。来砍起来！忘记拿我们新的电锯来看看了啊！来，各位给大家看一下新的电锯快多少。OK， 砍起来 ，Good。好，基本上应该不用我再额外运吧。但是等一下这边应该是要我们凿树桩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换一般的，是不是差蛮多的哦？中间这一条在跑呢，就差了。好，还有19颗，慢慢砍吧。所以这边基本上我们拿回去自己卖呢，其实还可以再赚蛮多。接下来就是把灌木丛给弄掉哦。成功了。OK， 啊，接下来要种下新的树苗了。这台先放在这边，那我们可能要先回去哦，买那个新，看新的载具要多少钱，要来这边买才有，不然之间的话是没有。我不晓得我们要不要买这个呢？这一条多少钱？68000 ！Oh my god！ 那看来这两台也不便宜哦，我在猜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它上面已经有这个了，买植树机啊，这个就可以买了，对不对？4500哦，这才4500哦，怎么会那么便宜？这才3000多块，哎，那这两个我们没问题呢哈。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应该是先买，那我先买这台好。那我用响点好了，噔噔，我用响点买，38000可以买一台，我买贵的，34000，那我买这台喽。好，来吧，买。好了，响点快用完了，耶、yeah! ，给我们新的拖拉机了，感觉动力强很多哎，应该是用这个没有错吧？对，没错没错，各位有了，太赞了太赞了太赞了，我们可以种树苗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到这边去，没想到我们真的买到这台了。Hotel 这一间应该是我们之前来的那间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哎，我在猜哦，说不定在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当了市长，然后真的会让这边变好，也说不定哦。然后之前的更新说有帮忙修桥。还有盖那个塔的部分哦，那个我都还没遇到过，可能是后续的任务才会有吧。我在猜，可能跟那个什么合同的部分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然后树桩呢，如果要买的话呢，可能就到时候再买买看，好吧？这一款哦，真的是非常把这个整个种树啊、伐木工啊、木材相关类型的工作 ，RP 的非常的 RP。
种起来，种起来，剩下最后九颗。哦，我懂意思了啦。你看，当你种了一颗之后呢，它就会圈起一个橘色的范围，然后呢，你就要离开这个范围，然后停下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种。所以你就是尽量不要把整个区域呢直接大范围框好了，不然否则你要在这边种这么多颗呢，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原来是这样子啊 ！Yes， 终于种完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跟他聊天了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就要送我那一台了？他外面有一台那个砍木头，然后可以直接去除整个数字的部分的。Hello， 我帮你完成了。Nice job， 太帅了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怎么弄？我可以随便偷砍一根木材吗？被罚1200而已啊，没差。哦，他直接削掉，被罚1200。然后你看，各位你们看，我也要给你们示范了。有没有直接除根，然后还裁成原木，这样赚钱才是快嘛？所以你看哦，基本上你第二张一定要这样贷款还完之后才能解这边，解完这边有了这台，你再赚钱应该就快很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开这台去把后面的种一种吧，应该这样我就知道怎么种。39喽，不用必要也不行嘞啊、哦！它这个范围已经整个被圈起来，快要不够用了。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次的话呢，还是需要买一台那个除木桩的，倒下来的也会算在里面，好吧？那我们下一次哦，伐木车的看可不可以来这边哦，把这些树枝直接去枝。然后我们再用这台结合搭配把它运走，这样子才会事半功倍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晚上来找看看泥犁会怎么样。哈喽，你看我们都把它停在这边，很方便。还在吗？还在耶。泥犁。Hi there. So lovely to see. OK， 看起来漂亮。All right, I heard you the first. 各位好像还是依旧没什么反应啊。看来我们还是持续努力的每天问候，每天工作赚到钱，再看看后续剧情怎么发展吧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1248个赞吧。就下次伐木工王朝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